梦醒时分哈，我真的很久没有听到，而且我们听到最初的时候描绘都会女性的歌曲啊，有两个男生唱出来也是蛮有趣的哈。新生歌手刚才一直在盯着你看，我们的前辈歌手唱了两句，你的脸上就浮现出了笑容，你能告诉我你的笑容说明了什么吗？因为其实刚刚在后台我们选的时候，老师其实是变声的，对，我以为老师是个女歌手。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声音，是不是上错人了？因为其实我出道以来一直没有机会跟女歌手合作一次，然后我就很希望这次能够有机会尝试一下。有在这里啊，女神。但是我希望跟一个女歌手合作，那就是你不是我的第一首选的意思是？好，但是你现在看不到老师。但我知道，但你已经知道老师大概是谁，对不对？应该，如果没猜错的话，我应该知道是谁。好 ，OK， 榜样歌手是。刚才我们的新生歌手，他用现在年轻人很流行的说唱方式加入了这首经典的华语歌曲当中，你要不要评价一下对方呢？我觉得在他的节奏感上，因为 rapper 不只是把歌词念出来而已，他要那个节奏还有 groovy 就那个律动，我觉得他都做得很好，而且在那个音符的过程当中，我可能唱的比较摇滚一点的方法，但是他穿插在那个音符中间，能把那个感觉跟意境很有画面的表现出来，后生可畏哦。哎呦，这个评价很高哦。好，完了，感觉榜样歌手很喜欢新生歌手。两位要仔细想一想，坐在这边的这两位啊，不管你们今天待会儿配对成功不成功，这两位将会是你们接下来的对手。哦，哇哦。那小哥，听完他们两个人配对啊，你觉得他们两个人应该配在一起吗？他们两位如果结合起来，我觉得结合起来，哎啊，这好像是准备交友结婚的那种节目。哎，配在一起的话，也是挺有看头的，挺有看头。对，刚刚那个歌这么耳熟能详的，是真的给我们带来一番这个新的气象。好。小哥，我也知道您一直以来都很热衷于和最年轻的最前卫的歌手合作，是啊，所以下面这个问题，维州请你把耳朵堵起来好吗？对，如果跟您唱的是他，你会选择跟他配吗？啊，不行，哎，算了，还是偷听了，先来后到啊。觉得我可能这个要精挑细选，可能要花很多时间，是在进入这个任何的一场比赛当中，啊，就对我来说比较费神一点。当然还是啊，魏州了，谢谢费叔叔。咱们俩的歌好像啊，我会好好努力，我可能我不会辜负你的啊，我会尽全力的。三把我还好，魏州，接下来这个问题你想清楚啊，这个榜样歌手你愿意跟他配吗？对呀，我其实从就是问得好，我觉得这个尺度很难把握。就意思你只想选邓丽君老师，但是任贤齐老师不想选，对吗？不是，就是可能这个话怎么说都很危险的。对，你想好，小哥坐的离你很近哦。我当然很想和个魔王老师，其实他的风格我也很喜欢。嗯。但是其实这次来呢，我也想在音乐上能够做一些新的尝试，所以当然是费叔叔了。哎呀，聊那么多实际上是为了让两位一定想清楚，因为接下来要进入到最富悬念的时刻。现在请你们两位走到配对的那个键面前，我再重复一下规则，必须两个人同时摁键才表示配对成功，任何一个人不摁键都表示想再观望一下。但是
如果后面很不幸都配对成功，你们两个人就必须在一起。哎，我不希望他拍，我希望他拍我，因为我很想尝试 rap。 明白，不要拍。你觉得还是配的？我自己希望不要配了。来，我们的先生见证官准备。失败，谁没摁？他没摁是吧？谢谢哥们儿。我们的前辈歌手按下了确认键，但是我们的新生歌手的手悬在半空。我们还是要让他们彼此看一看对方。把掌声送给任贤齐、王琳凯。小齐哥，您按键的理由是？其实对我来说，我一直觉得最近的所谓的 hip hop 或是 rap 呢，已经在华语乐坛里面成熟了。早期我们唱 rap 的时候，他们老觉得我们是在数来宝，是绕口令啊。因为我以前也录过一首歌，当时我们被要求要字正腔圆，大家听得懂我们 rap 什么。那后来到了杰伦之后，咬是没有要求的这么的铿锵有力。所以呢，他们的 groovy 啊，律动都越来越好。我们那时候，我要示范一下吗？要。我们可以请老师给我一个节奏吗？这个 OK， 不然有人听过。那歌词我唱出来之后，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年代感了。Music，OK，OK，OK， 哥，刚才是一场误会，那也非我的本性。我其实非常的内向，不擅长表达自己，朋友都说我有自闭，我只是有一点忧郁。我的人生观就是今日事要今日毕，你有够格让我 rap to 一地，这周忽然说得出来，你真是第一名。在你的 BB call 有好多 sexy baby， so 夜路走多要小心啊。就是棒，当年是不是字正腔圆？我刚刚唱的歌词，你有没有听到有一句叫做“在你的 BB call”， 就是香港叫 call gay， 对，call机。现在还有人用这种机器吗？你就知道当年我们唱的时候是什么年代了。如果是小齐哥早点唱这段，说不定我按了。因为他唱 rap 之后，我是有后悔的。我觉得他的想法和他对 rap 的理解。其实我觉得是没有什么代沟的。其实我觉得他的想法也是对的，如果我是他的话，我也想要选一个女生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男生在 rap 的时候，如果有个女生的 diva， 他的那个 对比跟冲撞就会更明显，男生跟男生可能就会被局限住。我的想法是这样，不知道是不是。给哥哥一个台阶下。我觉得小齐哥哥非常好，然后我想要尝试更多的风格，我也想要看看后面接下来出场的老师们是什么样的风格，然后再做一个判断。那万一后面的老师他们都配对成功呢？那我还可以按吗？那个规则是不能改。可以啊，哎，也是有趣哦，但是说不定会有惊喜哦。好，齐哥，那现在您也处于观望状态。是，后面如果出现有你心仪的歌手，我也可以去抢吗？对，当然。你会抢吗？心太软的歌词就如果是你的就赶快去抢。这心太软2019版2.0版。好，那我们就和各位一起来期待看看后面的还有哪些歌手。 好不好？谢谢两位带来的精彩表演。那我们现在请齐哥坐在沙发上，凯凯你要坐在齐哥身后的椅子上。好吧，来，没选就没沙发坐。
哦呦，原来没有配对好的话，就没有沙发坐。对，要坐后面的板凳。